有少。我想让你走出这个院子，做很多大事，但你愿意用命运来交换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会陪你三天，听候你的吩咐。你想去哪里，我都会满足你。三天到了，该回去了。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十年后，若缘未尽，终将有时。我知道，您肯定是在这里睡着了，是不是又梦到了那个跟您有三日之约的仙人了？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，爹娘说我只在梨树下睡了一小会儿，可是我确实遇到了那个仙人。仙人还说，他改变了我的命运，十年之后我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算一算，到今天应该也满十年了。小姐，我看你真是给憋坏了。老爷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让您出门。他跟我们说啊，您一出门就会引来妖怪。胡说，我才不会招来妖怪呢。别说了，我等今晚过完生日就可以出门了。够了，你们两个走吧。丽儿，你暂且休息一下，准备今晚的行动。仙人说等我长大，今天我就满十八了，算不算长大？也许很快就能看到仙人了。少儿，哎，爹娘，哎呀，看，新鲜的龙眼，快马送来的。少儿啊，过了今日，你就能出门了，开不开心呢？还是爹对少儿最好。小姐，你刚刚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小姐，怎么了？少儿，你
坐在此，尔等还不速速退下。美人仙子，多谢搭救。爹，仙什么子啊？这一看就是个大妖。大妖，大妖，保护大小姐，快快！报告老爷，大小姐，这位姑娘有见识啊，还知道本座是位大妖，不愧是那位选中的人。不过从今日开始，你的一切全归我儿了。好，快保护大小姐。胆子挺大的嘛，你不怕我吗？我才不害怕你呢，你杀不了我的。我命不该绝，我还要去见山川日月、四海星辰，不可能今天白白被你杀了。是，可惜你体内的异光注定会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灾祸，让你被妖族穷追不舍。你觉得你还能看见日月山川吗？你是何人？专治你这种为祸人间的大妖。猎妖者陆离。区蝼蚁，竟然还敢跟本座作对！蝼蚁又如何？敢撼数尘，亦敢撼天！找死！好狠！卢生，你来干嘛？好久不见，
难不成这个自不量力的家伙是你的徒弟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有你的阵法加持，这个蝼蚁也是送死。是吗？那就劳烦你睁开眼睛看看，他是否是个蝼蚁。看来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昨夜突然异光冲天，听闻异光引来百妖，连大妖敖狠都惊动了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是冲着一个叫柳梢的姑娘而去的，而且敖狠竟然铩羽而归。重儿，你去探查一下情况，敖狠出事，武阳侯府不能坐视不理，必要的话将这个姑娘带回武阳侯府保护。他怎么还不醒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只是用力过猛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哦。小姐，啊，小姐，武阳侯府的人来了。武阳侯府？嗯，是来帮我们除妖的吗？我去看看，走。你很疼吗？其实也还好，不过师父，你还真是厉害。您是怎么知道大妖会出现在这里啊？丽儿，这块符牌你拿着，为师会用阵法助你一臂之力，一定要保护那位柳小姐的安全。哎，师父，你说她就是个平常女子啊，我看那个柳大小姐也没什么特别之处，这些妖怪把她看得那么重，都追着她跑。我料敖狠不会善罢甘休，还需一物方可保柳小姐安全，速去准备吧。那要不要跟柳小姐道个别啊？不必节外生枝。你家千金是什么尊贵人物吗？竟敢让杜大人苦等。哎，小女马上就到，大人喝茶，这是上好的碧螺春。爹，爹，
是武阳侯府的人来了吗？好，好，好。杜大人，这是小女柳梢。柳梢啊，这是武阳侯府的杜大人，武阳侯的首徒。哦，见过杜大人。你就是柳梢，敖狠，可是为你而来啊？是。你究竟怎么招惹他了？我没招惹他。如果你没招惹他，敖狠那种不是大妖，又怎么会特意跑来杀你一个普通人呢？杜大人，您讲道理，这杀人犯行凶，祸害百姓，该谴责的是杀人犯。更何况，我没招他惹他，就算招他惹他，就活该被杀吗？我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是在教训我？大人，大人，小女久居深闺，不懂事，大人勿怪，大人勿怪啊。总算家里还有人懂事。请教杜大人，武阳侯府何时能抓住那大妖啊？这种大妖哪儿那么容易抓呀？行了，这儿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会回去禀告主上的。你这人怎么收钱不办事儿呢？还以为你是英雄好汉。你敢对武阳侯府无礼，不跟你计较是看在你爹的份上，还敢废话？可入侯府者，皆人中龙凤，我武阳侯府有结界加持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你可有本事去？我为什么没本事？我告诉你，我会凭自己的本事，正大光明的走入武阳侯府。好，那我等着。走，大人，大人，您别生气，大人您千万别生气啊，大人。哎。还武阳侯首徒，什么人呢？我觉得陆公子比他厉害百倍。那是当然。陆公子从天而降的样子，是不是很像您见过的那位仙人啊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挺像的。要不，我们一起去找他？小姐，我就是那么一说，您还真要找他？陆公子怎么可能是仙人呢？我觉得他就是，不然他怎么那么巧就救了我？仙人说过，等我长大，他会再来的。哎，你不是说他总在月亮河招揽生意吗？在哪儿呢？我也只是听说。被老爷发现的话，我的小命就没了。被老爷发现的话，我的小命就没了。你能不能有点别的词啊，小姐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来，去那边再看完就回家啊。捞月亮喽！捞月亮喽！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他在那儿。啊，小姐，我说你们还真不识货，才一两银子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怎么是你啊？月亮河里捞月亮，你去不去？你就是陆公子吧？我一直在找你。真的？啊，姑娘，你找我干嘛？还不是因为那天你救了我，所以今天呢，我特意来感谢你啊。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我呀，捞月亮啊，我只收一两银子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好，走。问你个事儿。嗯，请讲。我有个朋友，10年前遇到一位仙人，他说仙人从天而降，待他
察上天入地，你见多识广，那你以前有没有见过仙人呢？弟的朋友是在做梦吧？我跟师父这么多年只见过妖怪，仙人都在仙居高高在上，哪能随便遇见啊？哦，可能是做梦吧。你真的没碰见过仙人？我当然没有见过了，我要是能见到仙人，第一个通知你，好不好？哎，对了，还不知道姑娘你芳名呢。我叫柳梢。柳梢？啊。月上柳梢头，好名字啊。哎，你不是说要捞月亮吗？这不，我们已经在月亮上面了，你看。美的月影啊！我去捞月亮，你等我。好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好不容易给你找来宝贝，你不要了？不是，你快下来！为什么你身上都是干的？没事吧？我有碧水诀，无大碍。还说你不是仙，还装。就这，那么大一蚌壳，你逗我呢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先闭上眼睛。闭上了啊！闭上，闭上，闭上，看不见了。好了，你看，好美啊！珠子啊，好看吧？可是月亮呢？你不是跟我说月亮河里捞月亮吗？难道就是这个吗？看好了。在月亮上面，还有星空。山川日月，见四海星辰。好看吗？啊，摘下来吧。什么？只是给你看看罢了，我可是要卖钱的，会耍赖。啊，对。这手串真神奇，既然要卖，不如就卖给我吧。姑娘，这手串可不平常。这串手串，那是狐妖为了养自己的孩子，特意挖了自己的一只眼睛，放在金丝蚌中养育而成的，这可贵着呢。你就别想了啊。只是这冬日难挨，到时候我也劝劝他们，可不能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冬，再挖另外一只眼睛了。手串我要了，他们的另外一只眼睛我也要了。嗯，
是这样，姑娘，这手串啊，那可是狐妖们拿命换来的，这价格可不低。2000两。姑娘，你5000两，最多了。再多真的没有了。我和小莲这次出来就带了这么多，而且银票还都在小莲身上，我也没有。谁？小莲姑娘？哦，是岸上那位吗？嗯。哎呀，你不早说呀！这更新录中的，可不敢让小莲姑娘担心久等了。哦，对了，这珠子你可千万别摘下来，这可是辟邪的。我回来了，师傅，按照您的意思，我把狐珠已经送给她了，小姑娘特开心，还给我一笔钱，我呢，去给你买了上好的药材回来，一定可以治好师傅您的科技。您怎知她会来月亮河找我的？她还向我打听了一些仙人的事儿。不过，您跟我说过，仙居已不过问人间事，都是由五阳侯府来代管。听她那意思，保不齐或许真见过仙人也说不定。你该不会假扮仙人骗了他钱吧？师傅，瞧您说的，是他自己找我来的，我只是顺水推舟罢了。那狐珠您可是足足准备了10年，就这么送给他，不得好好敲他一笔？不过师傅，您干嘛要把狐珠送给他呀？你之前问过敖狠为什么会找上这位柳姑娘，柳姑娘虽为凡人，却有极强的灵力。为师尚不知这股灵力从何而起，只是知道这股力量会在她18岁时觉醒，引来百妖觊觎。有了狐珠庇护，普通妖物就不敢近她身了。原来这手串真的能辟邪。经过这次敖狠的袭击，他一定会去五阳侯府避难，加上这狐珠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了。师父，我觉得您这就不对了。您把这丫头安排妥当了，您也安排安排我呗。这样，我每天除妖呢也挺累的，打来打去一天都不得歇，然后呢，我等等就把后山的散妖除了吧。啊！啊！天哪，真是累死我了！到底还要打多少妖啊？这样打下去，一辈子也打不完啊！也不知道那丫头去侯府没有。你怎么知道我要去五阳侯府啊？你怎么找来的？你至于这么紧张吗？咱俩有缘分，在哪儿都能碰到，你说对不？灿儿，这是来要账来了。干嘛一副做错事的表情？哎，你给我的狐珠手串果然能辟邪。说的是哦，很灵验的。这可是狐珠，5000两便宜吧？你陪我去五阳侯府学艺吧，我可以再加点钱。哼，我为什么要陪你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去那种地方？20000两，去不去？五阳侯府很累的。25000两。那你也知道啊，我师父他有科疾的，他需要我照顾。3万两。五阳侯府呢需要外出捉妖，那可是有生命危险的，那这个筹码比较大，必须10000两起价。柳小姐，我打算让离儿明日和你一起去五阳侯府参加招新大会。
师父，您要安排我，能不能回来的稍微晚一点？你等我把假谈好了。你有意见？没有。刘小姐，先请你早些回府休息，明日一早陆离会去府上接你。陆公子不要失约哦。我亲耳听到了，那个柳商说明天一早出发，要去参加明天武阳侯府的召行大会。主上，放过我，我只打听到这么多了，我可以继续打听。主上，留我一命。看来不用多久，那个柳商身上的大补神元就将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当年不过你杀了仙君几个家伙，小燕就被他们打成重伤。小燕，你没事吧？小燕，砍我的头！当时虽然逃脱，但我身受重伤，退回到幼儿状。我一定会帮你抓到柳梢，将他身体里的力量传输给你。传令下去，明天我要那个女孩进不了武阳侯府。师父，您的川贝雪梨汁做好了。嗯，准备好出发了。您就放心吧，弟子到哪儿都能活，没什么可准备的。不过师父，您干嘛要赶我去武阳侯府啊？离儿，嗯，还记得师父跟你提过的抱月剑吗？记得。徒儿谨记师父说的话，只要拔出抱月剑，我就能知道自己的身世。灵儿，抱月剑其实就在武阳侯府，如今异光出世，说明时机成熟。你要保护好柳少，他是拔出抱月剑的关键。死陆离，说好的来接我，可是人呢？不等你了，我可不能错过朝夕。什么声音啊？是去武阳侯府参加考核的呀？啊，对，我们也是。那一起呗。好啊，你先请。好。我，啊，人呢？的风，这太阳这么大，怎么总觉得后背凉飕飕的？
星不是很多人吗？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？这就是武阳侯府呀！哼，没有陆离那个家伙，我不照样进来了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这种人别管。我叫王翦，是来参加考试的，跟你一样。我叫柳梢。那咱们加油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他要来早就来了。哎，柳梢。哎，来了。若缘未尽，终将有时。我用这三天来验证你到底是不是我要找之人，这对你很不公平，但唯此法才能拯救三界众生。柳梢，你的命运已经开启了，可惜我看不到那一天了。万年的筹谋，如今时机已到，该开启了。师父，我做了个梦，我梦到我带着一个女孩在天上飞。一切都如上神所说，苦等万年，终于万事俱备。